研究人员仔细将试剂滴进试管当中，接着放进专门的仪器里头，只需要45分钟就能成功检验出到底有没有新冠病毒。台湾生医公司与美国的研究团队联手研发出的这个 PCR 检测试剂，强调只要不到1个小时就能快速精准的检验出病毒。它的检测时间呢是只要100分钟。所以它缩短这个时间，它的灵敏度非常高。对比国内相关的快筛试剂，中研院19天就研发出仅需15到20分钟就会有结果的辨识蛋白酶，而国卫院则是利用 SARS 抗体进行研究，研发出了只需要15分钟就会有结果的快筛试剂。而目前全国有6间实验室可以研发 PCR 的检测试剂，其中这间生医公司推出只需要微量病毒大约10个 RNA， 45分钟就会有结果，而其准确度更是达到95%。短期内呢，我们就会推出呢，来供呢国内外临床的使用。不过，研究团队坦言，其实像这样的 PCR 试剂还需要经过科技部等等相关单位的法规评断核准。目前会以欧美、中东地区的疫情检测为主。不过，台湾的生医公司利用催化剂研发出 PCR 检测试剂，也为防疫争取更多时间。记者黄嘉文台北采访报道。